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太极文化的圣地河南温县陈家沟，河南卫视 WL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环球拳王争霸赛第一次走进陈家沟，在这里我们会用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向中华传统武术，向我们的太极文化致敬。在此再一次感谢一下今天光临现场的所有的热心的拳迷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光临。今天晚上将要上演的是令全球的搏击界瞩目的这样一个拳王争霸赛，也是我们的金腰带争夺战，当然也是非常炫酷的魔鬼八人战。那即将登场的这世界八位炙手可热的强者，在这个擂台之上将展开一场争夺，同时也是对他们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不过呢，在这样一场比赛赛前的抽签仪式和新闻发布会上有很多戏剧性的场面，现在我们就走进现场去看一看。武林风作为持续发展了14年的顶级搏击赛事品牌，不断寻求改变突破。武林风为加强比赛精彩程度，也在一直完善赛制，是为广大拳迷奉献出最精彩绝伦的搏击观感。此次 WL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八人赛就与以往不同，采用公开公正的抽签选择对阵双方。 WL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八人战即将开始，和以往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这八个人谁跟谁对阵还不清楚，因为我们这一次要根据抽签的形式来决定第一轮比赛谁会碰上。此次金腰带八人赛分别邀请了2017 WLF 60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亚军朝九玉贵，2017 WLF 60公斤级世界功夫王者哈维尔，2014 FMBA 冠军丹贾尼佛罗伦汀，现役国际明星西体才师弟展昭，自己火炮陈文德，2016武林风新人王朱帅，小雷公王俊玉，收割机赵成阳，这八位实力顶尖的搏击选手进行残酷的逐轮厮杀。我认为就是抽签的模式还是比较公平公正。今回初めての抽選形式ということで、全選手公平な状況で試合ができることをワクワクしています。不过，正是由于采用公开抽签的形式，使得八人赛的抽签现场弥漫着微妙氛围。自行火炮陈文德作为武林风2017年度最佳新人，年壮气锐的他就在抽签仪式前放言要挑战朝九玉贵。我最希望碰见朝九玉贵第一场，因为我去年一直想跟他打，我发现他的出动作都会特别僵，然后出完动作他有一个习惯性的往右边移，所以我专门为此训练了一段时间。或许是他的心愿太过强烈，在抽签仪式上，朝九玉贵率先以第一顺位抽中二号签，紧随其后的陈文德则是出人意料般抽中了一号签。我这次抽到朝九玉贵吧，其实我还比较开心的，这是一个机会吧，如愿以偿了吧。僕が一番最初に富士を引いたわけですけど、僕と戦いたいと言った全連中選手がすぐに二番目に引いたということはかなり運がいいの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在抽签仪式结束后的采访中，陈文德也放言要让朝九玉贵吃尽苦头，他不会轻松地进入下一轮。就是这一自信的发言，把抽签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最终抽签结果，陈文德对阵朝九玉贵，丹贾尼佛罗伦汀对阵朱帅，王俊玉对阵哈维尔，赵成阳对阵展昭。抽签仪式在于公平、公正、公开，同时也提升了比赛精彩程度。在所有运动员抽签完毕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四场比赛竟然全都是中外对阵，这样的概率也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不过正是因为抽签的不确定性，也使得这场 WLF 世界金腰带八人赛注定
精彩纷呈。最终究竟谁能突出重围，夺得这条 WLF 六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欢迎回来呢。现在我们就进入 WLF 六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争夺战八人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有着当前对中国选手不败的战绩啊，也是普遍认为这个金腰带的有力的竞争者。那在去年的世界功夫王者的争夺战当中呢，与来自西班牙的哈维尔苦战四局惜败，与金腰带算是擦肩而过啊，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从头再来。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日本的朝九玉贵。Indigenous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eighing in at 60 kilos. Weighing in at 173 cm tall, 170 cm long, 22 years old, 2017 WLF 16 World Second Place from Japan. Hari Asahisa Hirotaka.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一位新锐之星。刚才的短片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啊，就问到他你最想和谁对阵的时候，他就说我想对阵的那就是朝九玉贵，结果梦想照进现实，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打破朝九玉贵不败的神话。我们掌声有请自行火炮陈文道。Weighing in at 60 kilos, 173 centimeters tall, 174 centimeters long, 23 years old. It wins 5, loses 2 KO. From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 give you Chen Wenda. 场上裁判李瑞，比赛现在开始。No fighter, no fighter. Hand in the order, man. No take it out. No clinch. Okay? Good luck.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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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Ready? Five! Four!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我是蔡志贤，跟我搭档的是方便。大家好，我是方便。而现在红方是陈文德对上蓝方的朝九玉贵，比赛已经开始了。来，双方上来的节奏比较快啊，是因为也是六十公斤级，级别比较小嘛，对，节奏上来就是非常快。那这是八人赛，待会打完了还有两场，是啊，所以体能应该是储备的非常要充足才行，是还要确保自己啊不要受太多的 伤。对，那现在陈文德是反夹身，一刚开始，哇，被一个高扫一击，对，哇，在这个陈文德出拳的瞬间，这个不容易恢复，真的是这个朝九玉贵的这个出手拉开距离，太难以预测了，重击的这种机会，是，好，对，可以残暴对方，哎，可以残暴一下，因为这个。哇，这个我们赵九玉贵的高扫太神出鬼没了。哦，不要急，又中了，小心，还好用胸膛顶住了。要注意对方的高扫，啊，这是非常激烈的第一回合。拳拿起来，拳拿起来，拳拿起来。对，陈文德一定要撑过这一回合。对方保持一个合适的一个距离，不要给对方这个高扫了。哦，又是高扫。哦，现在是高扫距离不到，要近一点，稍微近一点。哎，可以进去。对。这小心，这是危险的啊！对，好，陈文德手还是要拿高，注意对方高扫。对，
因为朝九玉贵的近身的膝撞是比较少的，所以可以跟他玩一点近身内围的。对。哦，又是高扫。对，要小心。小心，抬起来，抬起来。哇，这个城门德有点晃了。慢镜头的话可以回放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被拳击中了。对，有点软了。但是呢，裁判没有强度。啊，陈文德把握这个机会，哎，有挤破了重拳。这个昭九平常啊，他们在馆里面有十个黑带高手陪他们训练，从55公斤到90公斤都有。对，两次结束，读完结束，能不能比赛了？哦，因为是八人赛，所以一回合里面，可惜啊，我觉得。哎呀，陈文德很可惜啊，是比赛上来可能是一次放松，可能注意力不太集中的原因。对，太可惜了。你再从开放再看一次。对，刚才我也看到了，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高扫的一个动作。对，所以这个很难预防。哦，这没办法啊。陈文德也非常难过。是，没关系，再接再厉。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钟，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昭九玉贵，感谢陈文德。感觉怎么样？这就憋屈吧，集训了这么久嘛，上局什么都没发挥出来。主要对自己期望太高了吧。哈比尔とリベンジマッチをしたいで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WF 60公斤世界金腰带的争夺战，还要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热心观众，谢谢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第二场1/4的决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武林风的新人王。尽管比赛在这个擂台上不是特别的多，但是每一次在这个擂台上遇到都是世界级的强手，而且每一次比赛都给我们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朱帅。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法国的一位选手，法国泰拳锦标赛的冠军，今年25岁，身高1.70米，当前的战绩不得了啊，30胜1负，6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法国的丹加尼弗洛伦蒂。166 cinnamon star. I'm Ben Wan. 71 from the slot. 25 years old. 30 wins, 1 losing, 6 KO. From Japanese China. From Rome. Here he is, Danny Ferroti. 场上裁判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No batting. No elbow. Don't flinch. Okay.I said stop, you are stop. Go. Back. Jot, jot, jot time. Ready, fight!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我是蔡志贤，跟我搭档的是方便。大家好，我是方便。现在红方是丹甲尼，蓝方是朱帅，比赛已经开始了。
啊，相信方便现在很紧张。对，为什么呢？台下就是台上是他的爱将。对，那由方便来介绍一下他的爱将朱帅吧。这个选手，我觉得朱帅是，在最近一到两年可能比赛比较少，是，一直在刻苦的训练。对，我觉得今天这个就是他所要爆发的一个点。是，希望朱帅今天有一个好的表现。对，因为朱帅其实表现不错，他的风格就是稳准，还有重。对，就是拳法比较突出吧。是。对，那但是呢，他的对手吧、也是来者不善呢、十岁就开始练拳击了、尤其他的后手拳是相当的规范了、直进直退的。哎，所以今天这两位选手他们的技术，我觉得风格非常像，因为尤其是在拳法上面，哎，是都是比较的独特的地方。那红方的这个弹夹，您刚刚已经送了一个非常清脆的后手直拳，然后他十岁开始练拳击，后来转跆拳道，还有练柔道，再练自由搏击，所以呢，这个身上的融合的技术是相当的多的，就是技术比较全面。对，然后他目前没有跟八人赛中任何选手交手过，所以对大家来说都是陌生的啊。所以今天这个法国选手也是第一次登上武林风的擂台，对啊，对于朱帅来说并不是特别的熟悉对方，然后还是要去慢慢的了解对方，然后第一局过多的去试探一下。对，目前我们丹贾尼采取反架的，好的，一个后手的命中了，反架完又变成正架。像方便平常你会注意对方在换架这个动作吗？是，我是非常敏感，怕对方去换架，然后左右换架，对，我会觉得无从下手。是，刚刚您偷看到，就是丹贾尼已经换过好几次了。对，所以对于我们中华选手，还是在这个陪练上面要多。是，现在又反架了，哎，又正架了，踢完又变正架了。要非常敏感，尤其要退又反架，对，尤其对阵这种左右架都会用的，那么在底下训练的时候就要多找一些这种左右架的陪练，对，去多给你做一做这种反应，是让你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反架的一个节奏。然后刚刚到内围，他一个动作就被这个我们裁判牛朝旺给警告了。他过去在国外比赛、更夸张啊，又夹对方的手，又勒对方脖子、可能小动作比较多，对，弄得裁判很忙啊。是。好，刚刚我们的朱帅要追进去，可是对方退得很快。哎，好的，媳妇。非常清脆的一个，他手拿高，我就对，漂亮。上下比较上下吊着来打。对，那因为他是法国选手，他们法国有一个叫赛法斗的，穿裤子、长裤、穿鞋子打的自由搏击比赛，也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他在那样的比赛里面就不会去爆了，因为这个规则的限制。好的，一个高潮。是。那话说，看来对方是比较喜欢去打内围、打近战的。哎，朱帅不要给对方这个距离啊！突然进攻，好，朱帅这个击腹的这个方法还是对的。我觉得对方对于抱头的防守还是比较严谨的。看你打法里面，再看到有哪些东西比较适合在擂台上发挥的。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武。那个刚才两个选手抱残的就非常少。那我们太极拳里面有八种的发力，横捋挤按踩裂肘靠，就是专门就是近身的时候，这种八种的发力，如果队员掌握得非常好的时候，近身的时候能扩大他的技术含量和提升他很多的技术的实用性啊。对。Round two。所以看看第二句。啊，现在我们的红方，小心。这后方速度很快，而且拳呢、也蛮重的。好，朱帅这个时候不要等，不要过多的等对方。是，刚才朱帅要多出动作，对，推开，对方力量也是蛮大的。现在是反架。有时候这种换架太频繁了，会不会不想看了，不想理他了，就打我自己的就好了。是，因为无从判断了，因为这一秒是正架，下一秒反架，还是要做自己的动作。我觉得用自己的这个速度去带对方，对，不要让对方去带到自己。是。好的，一个命中后直拳。两个人都开始转身动作了。小心。好，朱帅不能等啊。对，因为对方的后手拳很直很快，是想跟你换，要小心。好，已经到角落了。好，给他推开，脚力接着进攻。对，刚才讲孙老师讲的那些太极八法，在这种脚力当中就可以使出来了。是，怎样卸掉对方的力，这个听劲在近身较量的时候会用到。好，拳法上面我觉得朱帅
可以多做一做肌腹的这个拳法，然后去跟一跟，接一接动作。哎，好的。现在红方啊是单发在看打点。好，刚才朱帅的单边的拳腿连击是不错的。是。单边的拳腿连击是很容易命中的，尤其比如说你后脚低砍踢砍、踢完之后，哎，紧接着跟一个后手，跟一个后手打头，很容易中的。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朱帅他的力量还是占据有一些优势，是，要去压制对方，用自己的拳法去压制对方。对。不过红方呢打得也相当的一个镇定，而且前手拳呢、频频命中，这个刺拳很快。好，不进了，一个提示，双手摸到脖子就算了。哎，好，一个转身，啊，被对方识破了。那其实朱帅啊可以稍微把腿接起来一下，因为他转身动作不是很快的。对，朱帅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不用节奏给带起来，现在节奏还是慢，还是被对方压着，对方的动作不好预测，双架互相的变换，而且他的身法还不错。好的，一个后手拳命中了。对，对方往后退了，抓住机会，第二回合还是焦灼，又是一个，又是一个，好的，抓住机会，比赛最后关头了。好的，第二局我觉得朱帅还是占据了一些优势啊，有几个很明显的后直拳和后摆拳都命中了。三回合了，那相较于上一场比赛，赵九玉贵真的是以逸待劳。对，打了两分钟就结束了，第一局就结束了，迅速结束，然后可以休息了，然后准备下一场比赛。对，那我们朱帅来对于这场比赛三回合，对，撞头了，是示意一下，交叉拳，双方都在打后直拳。对，那么这朱帅的裤子啊，蛮有趣的啊，上面两个帅，起身，一点。其实朱帅很可惜，一推开瞬间就要有动作了。但朱帅推开对方都没动作。对，我觉得朱帅应该是发挥自己这个力量上的优势。我觉得力量是有优势优势的，可以用这个来压制对方。对。啊，又是一次孤井。那话说这个网传，朱帅之前有跟哈维尔打过，但是我求证，他没有跟哈维尔打过。有些网友的传说是可能资讯有点误差的。是。那我们当然也希望了，待会朱帅能够晋级去跟哈维尔来打。是。好，朱帅现在可惜把对方推开，但是没动作。对，尤其是在推开动作的那一瞬间，一瞬间就要有动作了，要跟上动作，不然就可惜浪费那个力气了。像很多老手，有点软脚，这应该是一个滑倒。对，滑倒啊，很明显是一个滑倒，是因为拳法并没有命中。现在红方加快了他的拳腿组合，朱帅还是要在拳法上多做一些拳法，对，因为在拳法上还是占据一定优势。好，接到拳脚，找到机会啊！哎呀，出这个大招有点可惜啊，这个预兆太大了，是这个命中率太低了，是，这可以多做一些组合拳啊。是。哦。这次朱帅被对方的防守反击，擂台上有水，可能比较滑。好，拳脚的助理裁判在喊朱帅要进攻，要进攻，因为我发现朱帅慢慢逼近之后，他攻击前的假动作稍微少了一点，少了一些，他就直接进攻了。突然性也比较少一些。对，那打完呢也没有赶快退，因为对手的防守反击很快的。哎，可惜，推开没动作，哇，太可惜了。这个推开他的腿或拳一定要跟上的。双方换了一个位置。是。好，对方换架了。
那换下了，可以用后扫，后中扫，好，最后十秒，是，我们打一个高潮呢。接下来等裁判判决了。好，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啊！到底朱帅能不能赢得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朱帅还是占据了一些优势，我觉得。是。看一看裁判吧。对，要看裁判。对，这个很难讲。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丹加尼·弗洛伦尼，也感谢朱帅。很遗憾的输掉了这场比赛哈，不过今天看你的表现，觉得看到了你的进步。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次输的原因啊，还是因为太消极了。然后我觉得前两局可能就是自己点数上有优势嘛，然后第三局就。刚刚脚可能也有点疼，然后我就回去就，保守点打，然后打得特别消极，然后就输掉了这场比赛，挺可惜的。Oh, I think that he's a good boxer, but I am ready for to do this fight. And I want to all given for this fight.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 WF 六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八人赛的后备战。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后备战呢？就是刚才的比赛当中，假如说某一位选手因为身体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继续比赛，我们后备战接下来会决出来一位替补队员。好，后备战的蓝方选手，大家应该也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啊。这位选手一上场应了那样一句话，叫做“上阵亲兄弟”。这位选手来自日本的选手，今年20岁，身高1.74米，战绩是7胜6负，一次 KO 对手。掌声有请来自日本的朝九太阳。Win 6 lose 4 KO from Japan. Here is Asahisa Toyu. 后备战的红方选手来自伊中奥羽搏击俱乐部的一位战斗的机器啊，今年21岁的这位选手身高是1.61米，当前的战绩10胜8负。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战斧薛山镇。现在开始。No button, no elbow, don't flinch. Okay, that's it. Stop, you have to stop. Okay. Back, back. Shot.
Jat, Jat Khan, ready, fight.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柯南卫视武林风》，我是蔡志贤，跟我搭档的是方便。大家好，我是方便。现在场上的是薛仁正对上朝九太阳，比赛已经开始了。是，相当的激烈。是啊，上来双方这个速度就踢得很快。好，一个假颈摔。啊，薛仁正是 KO 能力很强的，虽然个小，但是一有时间了就飞起来超人拳。是。那话说我们这个弟弟朝九太阳，已经年纪已经渐长，然后呢他技术也非常成熟了。好，一个深蹲。是的，今天参加这个八人赛正赛的有他的哥哥。是。那后备战呢，就是为了把这个万一前面八个人有受伤的话呢，你就可以替补上去了。是。在过去其实在波球跟哈雅有打到，这个哈雅没办法打比赛，波球没办法打比赛，然后呢就是变成要有人替补上去，是后来就没人替补，就在决赛那个人直接拿冠军了。好，那我们这边有准备后备战，就是两位来做替补的，因为这八人赛相当的激烈，变化非常多，是到底会不会有人受伤不能比赛呢，我们不敢讲。那不过如果薛仁正对在晋级到八人赛里面的话，他个人最小的会打起来最辛苦。那如果呢朝九对上他哥哥的话，那真的是悬啊。是啊，其实是有这种可能的。是，但几率不大。好，再特别看一下我们这个朝九，他的一个脚踝那边贴了一个肌贴。在过去据说有些运动员是帮助这个起腿的速度。嗯，对。那但是呢我是没有这样绑，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帮助。我确实我觉得帮助会很小吧。对。对，应该不会有心理作用啊。是。啊，看来这个薛仁正，前置拳命中了，是，要小心，哇靠，直，小心，手拿高，啊，因为对方是这个左势啊，对，一定要注意对方给你塞后手。他们兄弟俩都是可以正反架互相变换的，然后呢，这个弟弟是右手拿筷子吃饭，但是呢，他是用左手写字的，所以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反架的，但是呢，右手也很灵活。然后哥哥弟弟差一岁，所以弟弟常常会想啊，这个哥哥要是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超越对方？对 对。那未来他们哥哥弟弟的量级会把它分开，因为现在弟弟也比哥哥高了，比他再壮一点点。那其实这个弟弟之前在我们的武林风出战的我们的王万本。在输给王万本，因为王万本的拳法的速度跟力度都比他强。哎，那是散打运动员出身。是，那后来练泰拳。目前蓝方朝九玉贵的速度有点慢下，但是一个很诡异的一个正蹬，蹬到了脸。是我们今天。接腿。好，这个接腿其实对方也有了，小心。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膝撞。是我们薛仁正确实在身高上有一定的劣势，要注意这腿，对方的腿上头。在这场后备战里面，其实薛仁正打得不错，但是呢后来有几记比较危险的一个腿法，是差点都被命中了。正蹬腿。是朝九兄弟俩各自开发了一套属于他们自己的调息方式，所以在训练完之后就是其实他们身材都是属于高挑型的。对啊，身高臂展都是在该级别当中都身高臂展是有优势的，还不错，力量也有。然后像我刚刚讲的，除了他们平常在练气练这个意之外呢，也把这个力量还有对打能力的训练很好，有十个黑带在对打。好，第二回合。好，现在朝九采取反架。薛仁正我觉得应该要贴身近战，不要给对方起腿的这种距离，是因为对方还是打这种中远距离。对啊，由于身高上的劣势，我觉得还是要起进去，是跟对方，对方这个膝直接上来很高，险象环生，费膝。又是一个上头的正蹬腿。是。那弟弟他打的是比较属于机动型的，他佩服他哥哥的地方就是说他能够很冷静的思考，能够控制场面。那但是呢，弟弟的眼神是比较特别的，他是属于这种狼的眼神，所以未来等他长大之后啊，其实这个气场会更强。是。好，待会各位观众可以注意看一下他的眼神。薛仁正不能乱，
不能乱，对，要看清对方，要加点摇闪，是加点摇闪贴到内围，但是到内围之后其实宣正他也没有比较好的短勾拳的这种技术，所以到内围也不知道怎么打。好，一个变线的高扫，所以登脸，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这个优势来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战术和风格，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哦，跳膝，要注意一下。那招九人他的正蹬呢，看起来像要蹬肚子，可是呢会突然变线，有一种弹腿的正弹腿的感觉。对，很轻松就可以上头。是。啊，对，啊、又弹到了，又弹到了。这个在 UFC 这八角笼里面也有人用这样的一个腿法，用这个脚掌去弹。是。这个动作可能源于这个空手道的一些动作吧。是，因为看起来它往直踩的话变成蹬，但往上的话就变成弹你的脸了。对。甚至有一些比较厉害的空手道选手，他们的脚趾啊是有点穴的功能啊，是啊，点你的肝脏那边啊。所以跟他们的怪招相当的多。像我们刚才上一站的看到那个日本小孩那个大海，哇，那个空手道训练了，是那 KO 率那个拳真的是很扎实。好，在两个换拳。好的，两个人换拳。好，又蹬到了，又蹬到了，给对方推开，下个后手。现在徐元正还是非常的顽强，不错。接，哎，这个正蹬腿没发上力啊。是，真的给我的感觉还是体能上可能出现了一点问题，进攻的速度和力量下来了，我觉得要迅速的恢复一下。是，然后要抓这种重击，尤其在这个身高臂展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是，不过宣正的重击能力还是有的。是，而且这个身体的能力素质还是有的，只是在身高上可能有一些劣势。是，我觉得还是不要给对方这种腿的距离，尤其是正蹬腿，刚好对方出的刚好很舒服的一个正蹬腿的一个距离，哎，挤进去打重拳，哎，对方的眉骨可能破了，对，有可能，要裁判终止比赛了，要处理一下，对，你要急腹的时候，可能他先给你膝撞击头了，是，好，继续进入比赛，好，又向前顶，好，好的。哇，两个人就是拼命对空，太帅了，太帅了！宣正现在刺激起来了。刚宣正有点可惜，如果能够起个膝撞的话，就很有杀伤力了。好，对方头下来了，要注意头下来就可以上勾拳跟膝撞，打后脑，打疯了。弟弟是比较属于那种容易激动型的，是，对，因为弟弟现在也火了。啊，这个是有意的击后脑，击打后脑，所以裁判员直接给了一个加点。对，因为在，所以宣正还要继续。是，用重拳。哎，好的。宣正拼了，宣正拼了。对，连续的拳法，其实这个时候不要打腿法了，是，就是跟对方拼拳。其实宣正这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因为呢昭九最近状况很好，才不久前才用第一回合就 KO 了对手。哎，好，哎呀，好，玄仁正再次疯狂的进攻，所以运动员要注意，像昭九他也是有低头的习惯的，也容易互顶，要小心一点。好，现在昭九有点累了，但是很近，还在。很近，推开对方，是，哦，糟糕，一个共性了，是，玄正想给对方一个飞腿，可能是，甚至我们在龙中队的比赛里面也用这个稀释过的肾上腺素啊来做止血的作用，好，防反，啊，看来，哦，要蹬脸。不要再出拳了，宣正正，一定不要再出腿了，宣正正。
要加强拳法的进攻。哎，好的，还有。啊，徐元正刚才换完拳，重心太早往后移了。换完拳要跟进。是，徐元正可以打一打勾拳，因为对方现在打完拳以后好低头。对，会低头。徐元正没有注意到对手低头的动作。最后十秒，冲！不要停。到。来。到。跪下来。太漂亮了，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是，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29，二号裁判27-29，三号裁判27-29。比赛结果，南方胜。有请武力峰创始人、中国竞技武术倡导者武力新先生为获胜方颁奖。祝贺朝九太阳，也感谢薛深圳。继续我们接下来 WLF 六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八人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场比赛，这场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年少成名的搏击明星啊，绝对是这个级别当今的世界霸主，也是在2017年武林风的擂台上夺得了60公斤级的世界功夫王者。今天武林风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说实话他已经惦记很长时间了。我们掌声有请来自西班牙的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新武创新搏击俱乐部的一位年轻人啊，接连战胜世界冠军，我们希望他能够这样一种遇强不弱的这样一种态势啊带到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小雷公王俊宇。好，比赛现在开始。No， 开始。No， 慢。No， 慢也可以。一、二、三、四、OK。好。站，站，站，好，站立，站。Roll point。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卫视武林风》，我是蔡志贤，跟我搭档的是方便。大家好，我是方便。好，现在为您带来今天这场比赛，由王俊宇对上哈维尔，比赛已经开始了。嗯，哈维尔可是非常有实力，他是2017年这个60公斤级的这个 WLF 的世界攻防者的获得者，是 KO 率超过50%，所以今天方便特别紧张。为什么紧张？他自己来说吧。对，这个尤其是王俊宇啊，他也是比较有实力，但是对方啊实力也是非常突出，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有一打，有一拼。王俊宇除了来自新武创新之外，之前是我们方便在吉英队的小师弟啊，对，所以也是一步一步我看他走过来，是其实是特别的，王俊宇特别的刻苦在训练当中。对，那王俊宇之前去年就对上了我们的今天的哈维尔，因为他的一个迂回式的打法，那被对方所压迫，所以最后输了这场比赛，27-30，打满3回合。哦，今天应该说也是一场复仇战，是复仇战。好啊，今天我们的王俊宇稍微顶住了，是因为你跑太多的话，今天是我觉得他是有备而来，是那我们的哈维尔其实他跟我说啊，八个对手当中啊，他认为朝九是最难打的，是快又难以预测，是从在第一场比赛就知道了，对，这个我们陈文德根本还没看到他的腿就已经倒下了，哦，太快了，而且动作特别全面，是是，所以我们今天上下调动，而且左右架的转换是啊，都非常的快，加上空手道的基础训练，可以让他在很奇怪的角度来做一些动作，是啊，就是出动作比较诡异吧，是啊，哎，王俊宇原地的提膝，好，目前为止王俊宇后手拳打得不错，但是呢哈维尔就更顶着打，是王俊宇还是要发挥这个他这个固有的一些风格，散打的风格，哦，想下面摔摔啊，忍住了，忍住了，是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上是不能下点摔的，对，而且会下点摔也要注意一下，对方会膝盖在等你啊，嗯，王俊宇注意迎接，注意迎接，对，连续的后直拳的迎接，那哈维尔过去在日本有打过比赛，连这个摩萨斗看过都觉得他很强，嗯。当然他在这个日本还对上过大雅，是一位很强的高手，对，这个大雅跟他打到第二回合把他强毒之后，这个哈维尔就直接跑出去了，不打了，因为他可能觉得打不过哈雅，看来比他强的还有很多的选手，是还有、所以我们的中方小将啊也要再加紧加油，所以过了哈维尔这一关，其实哈维尔不是不能战胜，是，所以从心理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对，不能再把金腰带让给别人了，对，其实我们的今天王俊宇啊，吃奶力气都用出来了，但是呢，对方倒下了一下。我觉得从动作的击打力度上，还跟对方还差一些。是，因为打这个后手拳已经打进去了，但是呢，就被他的躯壁给挡住了，对，这个顶了下来。啊。所以呢，今天王俊宇可能也觉得，哎呀，又是踢到铁板了，遇到铁墙了，对，遇到困难了。好，双方进入第二局。哎，我觉得对方这个抓反击这个点抓得比较好，就是等王俊宇打完动作以后，对方跟个低潮，对，你看又是。而且其实有些打分裁判他会看谁站在擂台的中央。是。那目前为止就是哈维尔顶在擂台的中央，那谁追了谁跑。嗯，这是都是裁判打分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其实可以灵活，可以带着对方，但是一定要主动。是啊，我觉得一定要占据主动，因为这是裁判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嘛。是。哎，好的，停上了。但是呢，要打败王俊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是。王俊宇也是特别硬朗的。其实也是有两把刷子。是。好。哦，把火拼了。哦，双方对短兵相接，哈维的防反真的比较快。是。就是。所以王俊宇要想赢得比赛，还是要去防一防对方在打完动作以后，对，抓你的反击。是，哎，看，又是一个，都很快。啊，又是一个，对。他重拳或重腿之后呢，立刻就跟进了，那速度很快。是的，要注意一下。王俊宇还要抓这个迎击。哎，好的，抓迎击了，要小心。
哎，王俊宇可以打完动作以后两边走一走，不给对方反击的这个机会。我们刚才讲的迎击就是，我还没出动作的时候，对方已经准备要出来，是我几乎同一时间出来了，这时候是很危险，要推开对方。对，因为迎击通常是视觉的一个盲点，是我做动作的时候我就忘了看你的动作了。对，然后踢砍踢，拼命的踢我们小雷公的前腿，那边是很痛的。是，哇，再踢。而且哈维尔的腿是往上撩的，哦，这个很痛。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真的，王俊宇要小心一点，这个前腿被对方踢太多次了。会受，我觉得，对，而且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在体能方面。是，哎呦，命中了！哇，这个地砍地太多了。王俊宇其实可以打完动作以后试着进去，挤进去，哎，挤进去可以挤挤对方，不要往后退。是，如果打完动作往后退的话，对方很可能就接个动作，因为王俊宇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喜欢迂回的跑。是，这个他就是喜欢打迂回的战略。对，他可能学你学坏了。因为我过去有这种习惯，不知不觉就往后退，往后退，就想说打方板或是跑一跑，其实这样对手很容易就是每一个运动员他喜欢的一个风格吧。对。但是这种在赢，对，在赢就不输的分数了。看一下慢棒，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哈维尔在打防反过迎击的一个节奏。确实，哈维尔的这个身体素质、身体能力要略胜一筹。然后还有看王俊宇怎么打不退对方。是，那对方不往后退，那你只能往后退，不然的话你就没距离去进攻。而且多个地砍踢，地砍踢的时候，王俊宇几乎都没有做动作了。是。你这样，就算你进到下一轮，你的拳脚废了。嗯。双方进入关键的第三局。这场比赛胜者将会在下一轮对上朝九玉贵。嗯，我们希望王俊宇能够对上朝九玉贵。对，有没有办法给观众一个奇迹吧？是。好，接着后直拳的迎击。好，后直拳前摆拳命中了。好，接着说。有机会，终于接到一次。接腿其实就是后手拳要跟出去的，是、比较划算。啊，前手拳挤进去了，打腿的时候要紧接着跟一个迎击。哇，这个王俊宇的前腿我看了都疼啊，这个脚已经变色了。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哈维尔他前脚也是一样啊，不知不觉好像也中了王俊宇好多腿了。是，但相比之下的击打的力度我觉得还是对方稍微强一些，是稍微重一些腿。哦，那其实面对这个前脚的踢击啊，你只要顺势重心往后拉一下，把前脚往后退。是，我觉得打完动作可以去做一下提膝。那现在因为王俊宇把重量都压在前腿，对，他退不掉，所以很难去提膝防守。是，哎，可以多做一做前摆一下对方的进攻距离，哎，两边走一走，是前摆前可以闪一闪。现在王俊宇，哎，好的，开始躲了，开始躲了，对，就这样就没错了。啊，试试躲一下。好的，又是前摆拳。第三回合打得还是非常焦灼，非常火热。迎击对方，哦，飞腿，好像应该不会中的，因为对方全身灌注，对方的这个抱架太紧紧了，是不容易打破。他说你顶到我了，顶到了。刚王俊宇一样，又很可惜，退完对手没动作。是。现在两个人都在拼单个的动作，是，其实可以打一打组合，很多打到气头上了吧？是，想单个一击必杀，注意迎击。现在是两位男子汉的对决，是，以一拳为腿的。
都是比这个单个动作的杀伤力。哎，韩俊现在是打开了，我觉得。对，闪得不错，好几波哈维都没追到人。啊，好的，又是一个前摆拳命中了。再来一个，但是对方再来一个前摆拳，好了，比赛结束了。哎呀，很可惜呀。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是两个人其实也是老对手了，是我们看看王俊宇今天复仇能不能成功。对，那哈维在赛前有放话，让你走不出第一轮啊，但是呢今天打得真的已经不错了。其实能够参加这个魔鬼八人战其实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是而且不止赛前的考验呢、啊、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过关斩将啊，甚至啊非常多的痛苦要去克服，而且一天晚上要打三轮比赛，是不是晚上、啊、精神后又要打气质体能的这个考验，是还有他的团队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呢帮着选手修复完毕啊。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9，二号裁判29-29，三号裁判28-29，比赛结果平局，加赛一局。哇，这场平局。好，双方进入关键的第四局了。看能不能拿出比较新的办法。对，我觉得王俊宇，尤其在第三。在第三局的时候做的比较非常好的就是前摆拳，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命中，是在第四局当中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延续他的这个前摆拳。那其实这个王俊宇反架的优势没有完全的发挥，跟对方抢后手加前摆，好的，其实王俊宇还是可以多好的前摆拳，对，多参考一下乔治的打法，想完之后呢膝撞后高扫要上去，好，哎，王俊宇很有技巧，用他的手肘去顶住对方的大腿。王俊宇都是动作，是。那王俊宇啊，是往对方的重腿那边去走。对，他走的相反了，其实。抢的位置不对，对方另外一面走。是要抢的位置不对了，是，哎，对，现在就这样走，不然你就一直被踢啊。对，要对，方向对了，继续。前摆拳闪。好的，西装没有上去啊，太可惜了。现在双方对双方的体能都是一种考验。对，而且一直往对方的背面走，有，你看对方跟上。好，西方是不能连击的。哎，走个。好，调整一下体力。好，王俊宇不能站着不动，还是要发挥前摆拳。那王俊宇能不能拿下这一回合呢？看起来是十分焦灼。是。啊，太紧张了，也是考验裁判的眼力。对，王俊宇加油，不要给对方反击的这种距离，不要给对方反击的距离，赶快在这回合拿出一个有效的打击，放松一下再进来。霍子轩打出去啊，不能打一半就收啊。对，这个不对了。好的，顶一下，顶上去，顶上去，王俊宇不要往后撤，顶上去，顶上去，对，顶上去，对方才没有距离，而且是往斜上方走，往你的右前方走，再走，再走，继续走，王俊宇，王俊宇又退了，就给对方一个距离啊。好，王俊宇现在改变打法来压制对方，是。啊，后续那个位置的掌控要注意一下，你的身体的位置。
刚刚哈维尔这个戏法跟拳法剩十秒停停停停最后四秒王俊宇加油糟糕转移一下身哦出胜负是我觉得王俊宇尽力了我觉得无论是比赛结果怎么样我觉得他今天打得非常的出色就算他赢也不意外对而且对方是非常有实力而且是去年的这个比赛的总冠军对金腰带的获得者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9-10二号裁判9-10三号裁判9-10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哈维尔感谢王俊宇王俊宇你的状态此刻我觉得比上场前还要放松就好像是这个事儿结束了对对对我现在感觉到很平静很感觉到下来我感觉我战胜他了不知道无缘无故的怎么判我输了你是觉得你赢了是吗对对对我感觉我赢了今天我打的感觉并不这么紧张的哈打得非常好Estoy muy contento, tenía una pelea muy dura, pero bueno, vamos a sacar fuerza para ganar la segunda. 好了，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 W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八人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四场比赛，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就是因为看了中国的一部电视剧《包青天》，喜欢上里面的一个人物展昭。哎呦，那个崇拜的不得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改成了展昭，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了。而且呢，他的同门师兄西提塞世界一哥在赛前呢微博上给他发了一条助威的微博啊，加油，师弟加油，名字就叫展昭。我们热情的掌声，有请来自泰国的展昭。海风流过，好心间，烈烈如此变成烟。江湖豪杰来相见。And New Japan's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inning at 6-0 KO, 106 number cinema star, 106 eight cinema slot, 23 down, winning at 93 wins, 69 loses, 5-4 from China. Here he is, citizen.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那正处在上升势头的一位小伙子，很多人特别喜欢他在擂台上的这种沉稳和犀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收割机赵崇阳。场上裁判李瑞，比赛现在开始。No hands, no elbow. 看你的 older one, no take down. Look in, OK? 过来。Jack, Jack, Jack, 啊 ，Ready, 啊 ，Roll one。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河南卫视武林风，我是蔡德贤，跟我们搭档的是方便。大家好，我是方便。
好，现在场上红方是撞中央，蓝方是展昭，比赛已经开始了。嗯，好，话说这个蓝方的展昭，他的一个英，哎，这个、英文名叫展昭，对，他的发音就展昭。然后因为这个泰国啊，这个包青天这部戏非常的红，所以他就把展昭取为他自己的艺名了。那过去啊，他目前场上的教练就是西体菜的教练。那我当初在访问他的时候，我问你是西体菜的谁，他说 I'm his father。他有误会到现在，真的啊，他现在其实他是同门的师兄弟。对，那他的儿子呢，就是现在展昭。所以他儿子不是西体菜，他儿子是展昭。那他从这个小就开始带展昭来比赛了，目前到现在已经生涯163胜，非常有经验了。之前是在 FATEC 拳馆的，那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新松平哦，这个肯姆啊、西迪猜在的这家拳馆。哎，我们知道这个泰拳打法都是进入状态是比较慢的。哎，今天他这个进入状态是比较快的啊。对，调整得不错。但是呢，赵雄阳比他更狠。因为赛前呢、啊，他也不服气，他说虽然你们不认识我，但是你没看过视频，不知道我厉害，而且你们不知道我是西体赛的师弟吗？不管是谁的师弟啊，还是要在这个擂台上去证明自己。但就比赛经验的话呢，真的是八个人里面他最多，他从小就开始打了啊。而且是爸爸，目前的爸爸这个 Jackie 教练带着他的。当然他是非常有实力的，但是在50分的擂台上，真的有实力不一定能走到最后。啊，在去年呢、啊，他们的一个白人 Tim 这个老板带他去欧洲打比赛，打65公斤级的，遇上一个法国天才，第一回合就被人家高手踢给击倒了。因为身材查莱德的身材是还差不多的，是算太矮的。看来他是比较的这个担心，就是这种身高比较有优势的这样选手。到了180公分了就没法打了，尤其他是比较喜欢挤进内围来跟你换的。打得比较硬是吧？对，是。然后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来中国比赛，那跟八人赛其他选手都没交手过。同时他也没打过八人赛，所以对这个体力要求啊是相当的高的。那话说赵，这个赵崇阳已经输给我们朝九玉桂两次了，都非常可惜，都被打到26-30啊，这个分数是有点惨。是，都是因为中间被扣分了。有一次是这个护士掉了，有没有？没有，再来，有，展昭倒地了，赵崇阳那个拳前手拳把他点倒了，被一个前置拳给堵秒了，所以说对方其实抗击打能力其实并不是特别好，那赵崇阳能不能抓住机会，延续的啊，最后说不定停止比赛了，对，哇。展昭很可惜啊，很可惜，在开封鲁面前输了比赛。泰国展昭对压哨的一个前摆拳，是对裁判终止比赛了。对对，哎呀，他爸爸可能也很伤心了。对，在八人赛的这个规则当中，一局当中有两次多秒，是的，终止比赛。对，所以恭喜赵崇阳，话音刚落，我觉得他是非常有经验，也是非常有实力，但是在50分的擂台上，有实力有经验，不一定能走到最后。对。他父亲也是冲上擂台，然后是，但没事，恢复一下，是恢复一下，对，应该是没问题。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57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崇阳，也感谢展昭。因为要赶紧准备下一场嘛，赶紧恢复休息，然后下一场终于如愿所偿了，终于碰到哈维尔了，能和他真真正正打一场了，所以还是有些兴奋哈，有些兴奋。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十佳装战，武林风双冠王，中国羽量级最强男杨卓，2018年度首秀，60公斤级中国一姐王聪重磅回归，201763公斤级世界功夫之王马克西姆王者空降，
星光璀璨，大牌云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石家庄站，河北省体育馆，2018年4月7日，武林风现场直播。赛事咨询电话：0379-5500-7230。